紧张，我只是试探你一下。看来你真是梁山探子。不许胡说。我在马车上看见你抽出那一整块板子。在哪里？你贴下去吧，我挺得住。而且你放心，我绝不喊一声。快交出来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看到脖子上的伤了吗？那是我娘要去告发你们，我拼了命把剪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才拦下来的。现在你就杀我。对不起，我有些冲动。我要是你们的敌人，早把他拿出去邀功请赏了。听着，我对告发你们两个没有兴趣，但想归还。